大众请合掌，请一起随念《归经三宝记》及《心经》。自度大道佛从来，自度大海佛穷尽，自度相应佛无碍，悉守自度无等佛，有无二见灭无余，诸法实相佛所说，常住不坏尽烦恼，稽首佛所尊重法，慎重大海行福田，学无学人以庄严，后有爱种永以尽，我所即灭根亦除，以舍世间诸事业，种种功德所住处，一切众中最为上，稽首真净大德身，一心恭敬三宝矣，及诸救世密乐等，摄论第一胜无着，千部论主贤士亲，我今如力欲学行，大智彼岸实相异，愿今大德胜智人，一心算顺护我行，弥勒菩萨我祈请，玄奘大师请加持，欲解胜智于且行，一切贤圣今归尽。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嘎得嘎得巴拉嘎得巴拉桑嘎得菩提萨哈。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好，先跟各位报告今天的课程安排。今天要进新的进度了哈。第一，我们还是依着第二本禅修手册。那么我们开始在讲四种作意啊，就是依据六门教授习地论一注请修习的这个四种作意啊。当然根据我们的第二本禅修手册的内文来解释。那第二个是过算术地哈。那因为我们上次已经有讲过有六品寻思还有七烈狱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连续剧啊哈。我们上次不是还有说是有所缘局自体吗？所缘局自体里面有什么三缘嘛，对不对？先外缘、上缘、在内缘，对不对？这也是连续剧，只是他讲的更细啊，不是分开来的啊。那甚至比如说四种作意之后呢，我们还要讲心乱，心乱之后还要讲九心住，那也是连续剧，是越讲越细啊，不是分开来的哈。那第二个呢是这个禅坐前行的部分哈。我们礼拜二晚上哈，也我们的共学的小组哈谈了很久，所以也对于这个单元呢有一些这个修改。也就是说我们操作练习的部分可能会专注，操作练习部分可能会告一段落，我们会专注在学长的问跟答啦，学长的回馈。
那我们可能会目标会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所谓的作业啦。其实老师在课堂常常会有提作业，但是没有要求教的哈。那我们也是会提供，因为在第二本财务手册有很多作业嘛，那大家可以按照那个做。然后上次我们也有提供老师的表格啊，来做采购的记录，也可以用那个来做记录。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交给各位哈，我们看我们怎么样增加彼此之间的课堂的互动，因为我有互动哈，我们才知道彼此，那这样子呢，互相能够增上的可能性才会更高一点。那在具体的那个当然还有那个课前的，这是即时的问答了，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在做。好，那我们也希望继续不影响我们导读或者是课程的进行状况下，我们会进行一个比较简短的这个即时的讨论。那在以目前这个阶段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内地有一个静坐群组啊，静坐群，那他们一直都有在探讨那个这个部分哈，就是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啊，应该怎么处理啊，大家集思广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是希望呢，比如说每个礼拜定期的由大陆玄浩学长哈提供给我们，提供给慧玲学长跟我哈。那我们也是周二晚上在台北共学的时候呢，能够做一个讨论。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我们都不是合格的禅师啊。我们在台北这些练讲的也都是练讲的哈。所以不是合格的禅师，那我们本着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的精神哈。所以我们周二哈晚上尝试回答各位的问题，就是静坐群如果提供一些问题，像现在的我们尽量回答。那当然也有可能没有办法回答的，所以我们会如果碰到没有办法回答，我们当然就会请示老师了哈。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在台湾学长的部分哈，因为我们都很熟了啊，那所以我们会慧玲学长呢会跟几位学长呢先做一些配合，那我们在课堂上面做这个讨论啊。那我们也希望这种讨论能够范围能够越来越大哈。那当然我们也有所谓的这个上次我刚也提过老师的这个表格哈，修行日志的表格，那上次也有提供给大家，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使用，当然也不见得一定要使用了啊，反正你有问题能够很明确的指出来，那也是就很好了啊。那对于导读的部分哈，我们除了我们导读完了哈，那个会现阶段都会有请学长，两地的学长哈，能够来做一些心得分享，这是我们现在做的。那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要尝试另外一种，就是我上个礼拜有跟各位介绍佛水念十名功德嘛哈，那么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所以呢就是这个礼拜呢也会有先安排啊，先请两位学长哈做一个心得分享，看看就是自己的一些体会啦，体会多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在操作哈。那这个是我们要做，那当然我们分组讨论部分我也在思考啊。那因为之前我们有碰到有一些学长在分组内就是听课的内容，这个时段呢可能不方便发言，所以这也是一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当然呢我们现在呢在课堂上面也可以来互动啊，就是做一些即时的问答。那基本上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陆续的过程中呢加强我们课堂的互动性，那也是老师交代的啦，老师交代说不要一直
一直变成单口相声这样，变单口相声也不知道那个彼此之间的这个理解跟差异在哪里啊？有了，我觉得了解差异之后呢，就比较好办了。那彼此之间呢，更容易进步。那就比如说，其实我们在谈之前，我们在讲完七种劣欲跟六品行事之后，我觉得就讲完了嘛。但是有些学长建议呢，说你是不是能够再讲清楚一点？哎，我觉得这个就很好，这是彼此互动。我在整理的过程中，我真的收获很大。我也觉得说刚好，把这个讲清楚，对于未来的，就是接下来的这一个课程的连接性呢，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是觉得那个算术修学所有的基础都是在七种劣欲跟六品行事，这个基础要很好。好，那第三个就是觉悟于学的部分哈。好，我们现在来看列文教授习对不对？那我先跟各位看哈，就是先跟从那个所缘来看三种嘛哈。外缘、上缘、内缘，我们上面上次是这样子说的嘛哈，我们可以看到外缘呢，就是为白骨不净等观所现影像，是初学境界，就是说你一定要对外境嘛，对不对？就我们安般念，一定要对外境，一定要立地运转作用，也很刻意的去做。像老师这边呢，就是用几部金刚为例哈，你就是有一个淡泊路，就是通往那个粉种的地方哈，来来去去一直看很熟，把它记下来。那个记到哈，在这个没有到粉种地的状况下，也可以完全意念，也可以完全意念，这叫圣解作意哈。那这是外缘。然后他就讲到，上缘，那上缘就是你一直操作很熟的一个状况下呢，它就会到上缘。那好了，请问一下，外缘到上缘，好，有没有更细致的历程？啊，就是说，我怎么样从外缘可以到上缘？你可不可以，我是说再讲更清楚一点啊，再分更细一点，可不可以？啊，我们先不要讲，因为你上缘到了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内缘了嘛，哈。所以我们就说，又怎么从外缘到上缘，就是入定地啊，从很刻意的去研读经论，把经论的这个知识去应对外面的境界，然后把它弄得很熟，弄到很熟，不现见境界，你也可以起，你也可以意念全相，你可不可以？好，比如说这样，这个是我们对外缘到上缘哈，这也是我们在算术修习那个章节老师有介绍这三种缘，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我们现在就开始介绍四种作意。好，四种作意呢，从历历应转作意到这里所谓的这个历历哈。各位你可以看哈，六门教众习对论的历历跟瑜伽师历练的历历刚好反过来，那个翻译啊，不是错字啊，不是编排错，它就是翻译就是反过来，因为那六门教众习对论是意境这个法师翻译的嘛，啊，那翻译的人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哈。从历历运转作意哈，就我们开始历历运转，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刻意嘛哈。啊，很刻意的来做，那当然你这时候已经很熟了哈。一直到无功用复合，无功用到等持住，到先到欲界哈，定，然后再来怎么样？再来味道地定，对不对？那事实上这四个作意呢，就是我们要从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我们要从那个
慢慢要从外缘啊进入上缘的这个路径。那这是拆成四种啊。那我们到时候呢会再跟各位介绍，拆成这四种中间你一定会遇到心乱嘛，你会遇到障碍啊。那我们会遇到障碍，那之后呢我们再跟各位介绍，就是说其实这四种我们在细分会分成九个阶段啊。一样，它大概就是你各个可以理解，就是说我们要从外缘，那一定你假想观一定先要圣解嘛，你现在意念在心嘛，意念在心你就要正念相，那个念你要正念相续啊，你正念相续就是你正念相续之后不会那么顺嘛，不会那么顺，就是你刻意之后你不会那么顺，之后呢怎么样变顺，变顺了之后呢，变顺了之后就念住了嘛，变顺了之后呢，然后你要排除那些障碍，有没有？排除障碍之后呢，啊，就真的是变成，至少从一阶定开始等持嘛，啊，然后呢，再变成味道地定这样子，好不好？好。那我的意思是说，他讲的都是越来越细，而不是啊，那而不是说啊，上缘、内缘。外缘应该是说外缘、上缘、内缘，而不是这样子，这是一段，然后再来讲啊、哦，有四种座，又是另外一段，它应该是会越讲越细的哈、哦。好，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哈、哦。我就从第十五颂，因为是。是作意啊、哦，他在六门教授习论院第十五颂是历历并有系有用及无用，其中一六二是作意因之哦，一六二它是配合九星柱的对比啊，啊，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导读九星柱，所以我觉得只是先跟各位讲一讲，有这样子是作意可以对比到九种星柱的各个位置啊。他这里呢，就是有讲是作意，就是历历负荷作意，就是运转嘛，哈，负荷就是运转的作意哈。然后有间负荷就有间运转，然后这个有功用就是无间运转，就是瑜伽师地论的无功用啊，无功用运转作意哈，任运了哈，就这四种作意。那我也去查一下慧明法师哈。那当然，我们是说作意，我们必须要先去了解嘛。作意在我们在心所里面也知道，仅心为性，与所缘境去境为业嘛哈。啊，就是引心去境的意思，引你心里面的作意心所里面的心所，你哪个心所会引出来会去境啊？那么它的梵语就是 Manaskara，Manas 就是意识啊，就是意根，就是莫那，就是思量的意思啊。思量就是我们也知道啦，第七识是思量，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嘛，对不对？就第八识的种子啦，见分就是第八识的那些种子，可以现行生万法的那些种子为我嘛。Kara 是做的意思，那英文就是 Metal Orientation， 就是心方向的调整，就是你把心引导趋向跟引导到所缘去、啊、引导到所缘去。那当然每个人引导去的心所是不一样的、哦啊、不见得就是卷一就是讲的心所，当然你标准的五遍行是一定有啊，那其他就有差别了啊。故其定义为心警觉趋于所缘境啊，趋于所缘。他这里换言之就是把心引导到所应该注意的方向去，你会注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视而不见或是听而不闻。我现在常常发生这种事情，那个比如说我有时候在吃饭啊，那个跟家里一起吃饭哈，他们在聊啊，
我听而不闻，因为我还在思维法义，我在想事情。哎，然后呢，隔了一天，他们又讲，我说我好像从来没听过，我说哎，什么事情？他说我要讲第二遍了。哦，我现在常常有时候会这样，就是说吃饭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去坐意到其他的地方去了。所以就是说，哎，你对镜跟你对镜的话，我们也知道呢。那个你一定要有镜，一定要跟，然后还有坐意。你坐意没有，就等于心没有还就没有起来哈。其中坚直不善是力力负荷作意，粗用功力而负荷，这什么意思啊？我们说，在卷27里面是有讲到力力运转作意啊。力力运转作意呢，是就是初秋业者令心于内等。内安住等住，就是内住等住啦，前面两个心住啦，啊、哦，或于诸法无倒减则，乃至未得所修作意，它是无倒选择的。那当然它就是一定是要往那个方向去走嘛，对不对？但是它还没有所修作意，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气作意，第一个是了相作意，对不对？他连了相作意都还没有，就是耳识作意，力力运转，而背力那个则挫其心，令住一境，故名力力运转作意。简而言之啊，就是我们今天想要正念，对不对？起来，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安般。我们开始安般，而且这个安般还要相续啊，希望我们的念住能够出来，就是相续出来，就是这先要内住嘛，内住安般要按照安般念那样子去操作，对不对？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做嘛，哈，等住就是而且要相续，好，但是不是很顺利啊？那比如说我们在数数的时候就不是很顺啊，数在前面数在后面啊都不是很顺啊，这时候大概就是类似这一种。好，那这有点像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习气还是老大，习气是主角。好，我们的安般念是配角，但是已经开始有运作了，但是一直都不是太成功。那有很多例子，我们可以讲说不是太成功，比如说，你还没有到。正知住啊，你连相续都没办法相续，就是我刚才讲的，你连怎么数都不是很清楚。这个部分哈，那有点像我以前念历史哈，有点像那个清末的时候啊，曾国藩大家都知道这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嘛哈，曾国藩刚开始是什么阶段呢？屡败屡战，就是你就是不太成功了，但是你一直很刻意的要去做这件事，一直练习，一直串习，让它慢慢很熟，慢慢呢，你的操作跟你的文思可以相应，你操作对境界的操作跟你文思越来越接近。可以这样讲啦，就是说。那比如说我们在练啊，就一直没有四项，一直都是两项，你就要练习嘛，对不对？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练，你一直练习都不顺。那比如说你数不是数在前面，就是数在后面数数的时候，而不是数到刚刚好一数，哎，就出息，一数就入息，那种就是要练习啊，你就对。那你练习练顺了之后，你有四个习项，你看，哎，你开始练顺的时候啊。然后，但是你会妄念，对不对？我们就谈接下来的哈。哦，这里还有讲，就是老师就讲力力运转作意的这个部分，就是鼻吸口吐啊，然后引你的心注意习将入，
然后感知会有凉风进来，你要刻意用你学过的名词去观察，刻意的哈，就是你的文思会，你刻意的去确认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那个说的为止啊？有没有？是不是跟书上讲的是一样的？如果差距很大，就要一直练习嘛。如果几乎没什么差距，那就要，然后而且还可以相续，那就进到下一个阶段了。OK。然后这个作意叫做历历运转作意，是刻意有一点提醒自己即将要发生什么，但不控制它。哎，这点很重要啊。我们现在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我发觉有一些学长问问题，就是有一个重点就是没有放松度不够，放松度不够。比如说我们手抓紧紧的哈，你就不可能再去拿别的东西啊。就是真的是要放松度够了，你才能够手才能够拉抓住更多的东西，看到更多的事情，你觉知能力才会好。那如果我们真很心很紧的话，你就没办法觉知，觉知就是如镜照物的那一个功能呢，就不太容易出来。就是你保持有距离的观察那种，你如果没有放松啊，你一紧你就缩在，你就跟着那个习相跑啊，你再怎么跟都跟不太上的啦。但不要控制它，利用前面的控制做一个分位上提起专注，然后放行之后，它的生灭相就可以全然的观察，因为就是全然的观察，那就是老师说全然觉知嘛，哈，那这个叫做历历运转作意。那先一定要提刻意很刻意的提起，但是我们要知道很刻意的提起的时间 timing 对不对？你要跟老师讲的哈，就是说你要刻意用你学过的名词去观察这个状况是不是符合那个说的为止。好，你要跟做实验一样了，跟我们以前做实验一样了。好，然后第二个。鼻吸口吐，停一下，注意即将吸入那个吸入鼻有处，肚子慢慢扩大，刻意以你的心去注意，也刻意的哈，就是非常非常刻意的，因为你这还没有办法变成自己的习惯嘛，啊，你串习还不够成熟，所以你一定要刻意。如果你不刻意会怎么办？不刻意吸就是习气做主啊。所以这时候历历运转作意呢，都是你一定不见得是很顺的，你要在这边奋斗，一定要去尽量串习成熟。那有可能呢，第一个是自己的串习成熟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借镜试音，你要不要叫去看一下，我们自己本身的在借镜试音的这个观察中呢，有一些什么问题？像我们周二的时候啊，慧玲学长就讲了，他说有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啊，就是，然后他说禅师就问他啊，你之前吃了什么？你睡得好不好？等等，这个都是借镜试音啊，对不对？先确定就是说你的问题是果相嘛，啊，你要因相，那就有可能你是串习不够啊。那也有可能你是借镜试音，你在前一段时间很近期你出了一些问题啊，这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赤正流等六种不善是有间负荷作意，中间素有乱心情啊。那这时候如果你很顺的话哈，他就是这时候已经进入了相作意。我先不提那个彼此之间相色的关系啊，要不然提了大家会头昏的哈。我们今天就是四种作意，其他的听过就好啊。次正流，它的正流呢就是等住的意思哈。那这个它的那个相对的这一个相对四作意的对比哈。六门教授其定论事实上是跟瑜伽师地论有一点小差异啦，
好，那我们是要根据六门那医学史地论来做哈。那医学史地论是前面两个是属于立地立展座椅，那六门教授习论是第二个，就是这立地立展座椅只有第一个，这内住的部分啊，这是差异的部分，但是先听过就好了哈。然后得所修座椅以后呢？所修就义就是，事出事到见次生进了相作义哦，真正进入了相作义。哎，我们知道七作义、了相作义，我们上次有讲过，了相作义就是你可以用什么来摄啊？六品寻思有没有？各位还记得吗？对不对？我们在谈六未到地定的那个六作义里面的了相作义，不是六品寻思吗？所以我说六品寻思是不是很熟？但是不是你到你上座的时候啊，就然后去想那些那个文字像，那个你都跟不上，是要跟那个老师里面讲的一样，是随文随行，你要操作，然后你要随观随觉啊，这个要去真的要去做了。你就好像说我们去考驾照的时候。然后你在笔试是，当然你要按照那个法规的文字法条嘛，根据那个法条来去做选择题或是非题嘛。你如果在路上的时候，你碰到红灯的时候，你就说啊，这是法条第几条第几条规定吗？不会吧，你就一定要停嘛，对不对？但是这也不决定啊，救护车在你后面怎么办？你就一定要闪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真的随文随行随观随觉啊，这个部分哈，大家真的就是要去体会一下，不是一直用那个文字去带你的操作啊，就是文字是帮助我们操作很顺利，有那种随观的能力跟随觉的能力嘛。那比如说当我们在操作手机的时候，刚开始你不行，你不会，你一定要看手册嘛。看完手册之后，你就会一直操作了嘛，而且你还自己会用自己的方式操作得更好了。好，那这里呢，就是讲说你慢慢进入了相作义。了相作义的意思就是说，你根据你的文思智慧呢，你相应境界你是。慢慢能够清楚是什么回事了，能够开始有一点相应了。然后有间缺运转作业呢，其实也是立地运转作业，它差在哪里？只是因为它前面已经有正念相续，有没有？重点是前面已经正念相续了后来已经意缘住，已经离开所缘，就是你虽然正念相续，但是托你会碰到没有相续啊，你会离开所缘啊，离开所缘之后呢，这个正知以后又回到正念最初住的状态啊。你思念的时候，你知道了这种状况，你会回来重新数安般念，以一为一啊，取向之后就马上又以二为一啦，对不对？这个叫有间缺运转作意。这个蛮多的，这可能你可以看到哈，立地运转作义里面呢，没有包括任何作义，就是七作义的作义哈。真正的，比如说有间运转作义，它事实上是从了相开始啊，了相作义是很大部分，它一直到最极极境的部分，很大一部分我们都在了相哦。啊，了相里面的过程。还要包括伏烦恼，还要包括伏烦恼。这个，各位先听过反正我们到九种心入以后我们先讲到九种心入，我们再八股再回来，再来去互相交涉一下就你各位会觉得是真的是哦，前人写的经论真的有够仔细，对心的那个，就是我们从。
我们从刻意力力运转中从外缘啊，然后慢慢到上缘的这个过程，他前人怎么会那么厉害，写得这么细，而且他分成好几种思考方向让你核对。然后无间加行是有功用行附和作业，就是无间运转作业，有间跟无间嘛哈。从了相作业以后，了相作业以后是什么作业啊？圣洁。圣洁以后呢？远离以后呢？观察。摄乐，摄乐以后呢？观察。观察以后呢？加行究竟，对不对？到这里了，啊，都是名无间运转作业。无间运转作业的时候，那基本上他对于那个烦恼都大概可以服了，但是现在还是要，你可以看老师写的哈。什么叫无间缺运转作业？不需要特别注意作业哈，你只要知道他没有离开所缘，知道他没有离开所缘，保持稳定观察，明白的观察，保持对于心生灭的观察，判别念相续是安住在出入席的所缘算，所以它是一个保持有距离的观察。你那个安般念有没有在一直在作意，一直在进行呢？好，一直在进行呢，就好像安般念的进行变成背景了。啊，你那个你把你那个观察力看，看你那个安般念是不是一直都是一直无间的加行？那无间的加行不已经是串习成熟了。然后确定这件事情不做任何干预，但作意去观察这件事情，就是保持有距离的观察，这就是觉知嘛，全然的觉知嘛。保持距离，保持相续的观察，叫做无间缺运转作意，不要刻意作意。你在行住坐卧转变威仪时，心自然就在那里住。无间缺运转作意呢，意思是说你安般念已经很串习成熟了啦，你不要刻意的去查，我现在要去入席，我现在要出席，你不要，他已经是串习，已经自然了，但是你还要保持那个 有距离的观察，那个作意去观察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入串习道是无功用复合作业，当然到这里一定就是你把那个观察的那个有距离观察那个作意也放掉啊，那就是加行究竟果是无功用，这是就然是虚的啊。无功用运转作意啊，就是不作意，保持就是全部就变成背景了啊。然后心就一直在佛号属习也好，随习也好，观习也好，保持在一个能观察你在干什么的状况去做你的事情，保持相续的观察叫无间缺运转作意，不需要刻意作意去刻意作意，你在行住坐如果转变威仪的时候，自然心就在那里住。那老师就举了那个骑脚踏车嘛，哦，骑脚踏车就是你老是骑脚踏车，你一刹那要控制多少事情？问题你心有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为什么？很熟，有串习成熟，串习成熟的那个观察的那个作意哈，也把它放掉。因为熟练，所以你要得善巧，是不是要多修多习，多多休息？错了就修正，不熟就要练习。所以我们在练习安般念的时候，一定会有过程中的操作问题，这都很正常的。那可能有时候呢，就是你多多练习，心情要放松，然后注意是这个我们在借镜适应的这一个部分呢，
有没有基本上面的达到，做到了啊、哦？那么这点是很重要。好、哦，那所以就是错了就要修正，不熟就要练习，经常保持在修正练习，不会就学，错了就改，一直都是这样哈、哦。问题要有觉知，要有正知力，要有正念觉知，清晰的了别。今天这个我也会跟各位说明一下。老师在叙述正念的觉知跟清晰的了别，就是清晰的辨识的这个部分。这个也很重要。那我在下阶段那个过算术地，他那里有提到，我再回去跟各位做解释。你没有这两种力量，你根本止观动不起来。止观的重点不是那两个名词跟定义，而是这两种力量的操作。所以呢，我觉得重点还是随文随行，就要操作嘛，就真的要去做了，都做了，都做，你要保持随观随觉、啊，哦，这个过程，这在那个前面不是老师都有在讲嘛，哈、哦，所以这个是重点。哎，我在花时间在那个过算术地跟立定运转作业站，还有过算术地哈、哦，花的时间比前面什么六品寻思啊、七略意啊，花的时间全部加起来还要多，还要乘以二。吼、哦，这个要，因为它已经有一点复杂，要很细了，所以要搞清楚，真的要搞清楚。这个先跟各位做参考，这是瑜伽师地论的定义哈。内住，它是九星住跟四种作意的这个对比啊。内住等住是立立运转作意啊，就是我们刻意的啊，就是我们还没有办法很顺利的正念相续的意思。而、啊、我们正念相续之后，我们要正知而返，就是你自己。啊，而且，你除了正知而返之外呢，你还要去克服，你还要去扶助你的烦恼。十八五就是十个乱象，八个二寻思，五盖。安住、静住、调顺、极静、最极极静。哎，各位觉得最极极静有没有很熟啊？在根利于不是有谈到吗？来继续的。就是那个取向取谁好，对不对？当你不能取向取谁好的时候，我们就要修根立于，对不对？我们修根立于的时候，它就是不是就是跟最极极静一样，就是我忘记那三个是什么。它第一个，但是它的动作是这样：第一个，你要断身口意的现行，三业的现行；第二个，你要断烦恼的相续。第三个，你要断，不是你要，总之的随眠，你要应该都是扶啦哈，你要扶住你总之的随眠。那总之随眠，我之前有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的座椅一直起不来，让他的那个座椅连起来都不要起来，就是有间缺运转座椅。好，这个部分专注一序就是有无间缺运转作意，就是无间运转作意啦，就是我们就让那一整个安排念操作很顺，然后有一个观察作意在那边看。于等持中啊，这时候有无功用运转作意啊，你这时候等持就是到一决定了啊、哦，然后呢，这个是第四种作意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谈那个过算速度，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到了等持，也就是我们到了意界定的状态，
到了预决定的状态过算术低，又把它分得很细，就是你从那个等值预决定刚到预决定，然后一直到未到地定中间的那个历程是什么？它不只是在讲过算术低而已哦。啊，这各位这样子 OK 吗？我们先讲这四个作业，也就是你从外缘哈，你慢慢到内缘内住，你念住要出来啊，念住正念相续要出来，你正念相续出来之后呢，那一定会不顺嘛，那、啊、你不顺的时候，你一定要正知而返嘛。那、啊、你不顺，包括你的念会断掉，正念会断掉，你的不顺包括你受到烦恼的干扰嘛，大致上是这样子。啊，你都可以回来，你都可以回来，或者说你都可以克服，它都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啊，到最后呢，你可以很顺利的操作，在背景里面操作，但是你有一个观察作业在那边看，到最后那个观察作业放掉，放掉就是无功用运转作业。然后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操作啦，不就是配合书上写的要去操作，就很重要。OK， 好，如是摄已位162，这个我后面我讲到九星柱，我再回来再来讲这件事情，我先不提。四作义讲完了，那我们现在在讲这个过算术地，我们一直算数啊，我们刚才讲的说我们一直算数。算了串习的时候呢，其心自然成正遇到，就是你可以到，已经可以到那个等持了，就是预决定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任运道，好，那然后安住入习出习所，就这时候安静所缘啊，然后无断无间相续而住，然后对于这个。我就等一下我们会讲，对于这个四个习相啊，你都能够很清楚的标记出来，转了就是你都很清楚标记出来，然后呢标记出来它有一个相续留住，就是正念的相续留住哈，无动无摇与所缘无动无摇，就是你就安住安般念所缘，你不会跳走了，无善念学也没有烦恼，然后有爱乐转。那这老师讲的说是你胜任能力啊，就是 competent 啊，胜任能力。其此名为过算术地。说如果你有这种现象呢，你大概就不需要算了，你就不需要再算啊。然后如果你不算的时候呢，你不算了哈，那开始唯于入习出习所言，令心安住。我们可以。我们也算看哈，就是过算术，若识算术即串习故，比如你很熟啦，到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任运到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就安住所缘，哈，没有间断。然后呢，我们对于四个习相都非常的标记，非常的清楚。除了标记非常清楚呢，如是辗转。相续就是安般念正念的相续了，啊，无动无摇就是在于所缘，就是安般念所缘无动无摇了，就是安住所缘啦。无善乱行就是你没有十个乱相、八个恶行思、五盖了。有爱乐转就是你有生任能力的那种爱乐转啊。其此名为过算术地，不应附属。啊，那这时候呢，安住所缘呢？那我们就必须要因正随行，因正了达。于出入行应该可以正，就是正随行，后面会解释。因神了达，然后对于呢
出入息啊，那个上下行啊，然后反复啊的分位差别都绝了，绝就是老师说这绝就是因正随行，了就是因神了达。啊，那这时候呢，彼复于此入出息，缘安住念已，又四数转乃至转如所转十而转，后面再讲。那就是越来越熟到全息之后呢。就是已经那个 competent，你可以看到这是因嘛，这是能嘛，就是已经能证随行，能证了达，如是加行有如是相，就是越来越清楚的之后呢，再继续加行。那继续加行的时候呢，若修若习若多修习，为因缘故起身清安心清安正一净性，于其所缘爱要去入。那这也就是说。至少到位到地定了，对不对？身清安，心清安，正一净性，好了，那这边还有这个，后面再讲，我们就专注在过算术地这里。好，若识算术即串习故。就是啊，我们就是算术修学哈、啊，就一到十，十到一的这种逆正逆算术不断练习，练习到认识住就是等值了啊。其心自然成任运道，任运道老师就说是只是等值了哈、啊。任运作意无功用作意哈、啊，其心自然你就不就是不用作意，心就保持在它的水象。观察上，随相行啊，随相观察上，全然的觉知，随相观察上安住所缘，出息所缘，安居入息，出息所缘那这个是很清楚，无断无间相续而转。那无间呢是什么呢？无间就不夹杂，不夹杂，老师说是二障烦恼障、手执障、五盖八个二寻思。这个都没有。那在九星柱的定义里面呢，它就是讲十个乱象，八个二寻思，五盖。然后对于全息的观察，能够保持稳定观察，稳定观察请注意安般重点不在分别影像，重点在回来跟你的能取心同住。能够随行贴近你的能取心，就是能取心观察啦，就是说，就是在正念相续的那件事情啦。然后你要一直要确定你正念是要相续的，然后你要觉知你的正念是相续的。你觉知你正念如果没有相续，你马上就可以回来。但是在此之前，你必须要辨别。什么是能观察所观察？你极尽的去思维与观察分别影像，那个叫做观察。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没有练习，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上座练习安般念所缘啊，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啊。但是上座之后呢，我们慢慢能够呢，让正念相续的跟闻思是一样的，到串习成熟为止。保持只是觉知而不去，那你就要很熟了。保持觉知而不去分别影像，就叫能取，能观察的思维心，能观察的思维心。你要无间贴紧随行在你思维心上，这叫做修学什么他，就是修定啊。老师这里还要讲六妙门然后但是后面还有一个六妙门，也有讲，所以我不重复。你可以看到他现在就讲那个四个习相的那个标记的部分第一个，先于入息有能取转，不要去分别影像，知道他习一直有入的相，在。这里保持有标记，在就是在四处转变的相上做一个标记，
那四处就是四象嘛，啊，这个标记啊，它为什么要有标记哈？老师说这个要标记是让你回到安住所缘的正念，强化一下，啊，不然你就会堕在于尽无知的无记心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先没有算术修学哈，我们就直接随习哦。那也有可能，你也有可能你都可以取得到，但是就很有可能你会堕到之后，你就会堕到愚尽无知的无记心上啊，还是要算术修学，还是要算术修学。心是强调在能分别的知啊，这也很重要，不要用语言文字去贴标签，你就是保持觉知就好了。你说啊，这是入席，这是出席，啊，就好像说啊，我们碰到红绿灯，说哦，这是哪一个法条啊？那就不是这样子，哈，不要用，就是你要有个标志，保持觉知就好了。这就是正念觉知的相续状态，啊，这个这我觉得蛮重要的，不是用语言去对啊，你的语言你要化成操作。操作的那个经验，你要语言化成操作的经验，最后也都是操作的经验嘛。操作的经验跟觉知啊，入习灭矣，以习空位有能取转啊，这是另外一个哈、啊。那中间入习的部分，入习灭矣，进到不入不出的位置，再起一个标记，啊。知道这是一个虚空位，又有一个能取转，刻意拉回来，拉到能取心上，知虚空位，知道习在不出的虚空位上面，知道是提醒，提醒要放松，对啊，你看老师就一直在讲说，你知道就要放松啊，你知道一紧，如果你不放松，你一紧你就追着跑，你追着跑就没完啊。就一直追着跑都来不及，这还是待会会跟他讲，是说，哎，怎么觉知是那个觉知，就是我们在前面不是有讲觉知，就好像如镜照物的那种感觉。你如果你把它贴得很近，一直追，哦，那你不容易放松的。你又能取转的这一个标记，你也是要把距离拉远一点的，有距离的观察。老师说是有距离观察，那个李老师是讲说以旁观者的那个方式去观察，啊，这都是一种叙述啦，啊，自己可能各位学长，你可能你的操作，你也可能用另外一种叙述来描述这个现象。那很肯定，你如果没有你距离如果没有拉开的话，你追着跑那就很太累了。那当然啦，啊，你刚开始不容易啊，对初修业者一定不自然，但求各位一定要熬过这一段时间呢，啊，就是可能就是要练习哈。次于初习有能取转，你看就是四习嘛啊，他就是最主要是。讲到这个四个习相，但是并不只是这个四个习相，因为这四个习相是在转换的过程中哈。那你没有转换的过程中，你也要保持觉知哦。知道之后放松，这是先刻意的，然后慢慢有一搭没一搭，保持知道的稳定相续，一直到任运到为止。啊，这就是四种作意的历程嘛，对不对？然后这又是虚空位了，另外一个虚空位，那这个就不讲了。好，它主要重点是讲那个四个习相啊。那这里又讲，就是说，如是哈，你这样子做的话哈，如是辗转相续留住，就是正念，当时正念相续留住，什么念呢？是安般念嘛？安般念是什么念呢？就是知习常，观习长，观习短，观习。变身嘛，好，就是慢慢来这个哈。无动无摇，就是与所缘无动无摇哈，就是不忘失啦哈。
无善乱行就是十八五，就是十个乱象，八个恶寻思。好，还有五盖。有爱要转，就是你很胜任。一个叫做相续留住，就是无间相续了，无动无摇，他不忘失，保持能够随相观察。无善乱行就是没有五盖，当然就是一直都是就是十八五一直都没有哈。爱要不是一种贪爱心，而是一种胜任感。你看老师这一讲胜任感是一种，他老师就讲那种感觉，是一种放风筝，渐渐放绳子的那种感觉哈。它还在，但是你没有那么紧啊。爱要是一种胜任感 （competent）， 它就会有觉观喜乐心一静。要这个爱要兴起，你会欢喜。好，我们姑且先，后面也有讲那个什么觉观喜乐心一静的那个说明了哈。好，你各位可以看到哈，到这里，其此名为过算术地，不应复数。我说，如果说你可以做到前面这些事情哈，你就可以不用算术了。算术修学的目的是调伏五盖啊，就是目前我们这些烦恼啊。过算术的就要做什么操作？那接下来做什么？做随习，随习得到定，定地要慎进，都是叫做止习。所以我们是数随嘛，随习。我们这时候数了以后，我们才能随习，随习了以后，我们就得定了。就是止息，然后止息跟观息是分不开的哈。你有止有观，得定的时候恰恰好就是能够观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会有四会行的四种毗婆舍那要操作。那毗婆舍那我们到时候再说哈。我们先谈怎么去九星宿得定啊，止观要稳定的操作叫做环，你一直来回嘛，你一直来回嘛，甚至如果你观掉举过头了，你还是要回到最初数去重数嘛，甚至是这样，承认运道叫静啊，我是完全用老师的解释了哈，这里完全用老师的解释。但是老师这里有讲啊，所以啊，六妙门的重点在前三位哈，事实上是在前三位，就是数、随、止。当然，以现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数啦，至少数到任运道了，数到任运道了哈，让你的身心能够起任运转到无间无功用的观慧。那当然，他这里有讲的说，我们有五善根，对不对？我们不只是定根慧，对不对？他这里我们有信、净、念、定、慧，对不对？我们有五善根嘛，由信善法欲生，那当然你要有念的哈，就是精进在定，当你要念了之后，精进在念。你有念住之后，你才会有定跟慧的两个心所。这个力量能够任运转的对境就发生。那如果你对境就能够发生那个止观双运的话啊，我们的身心就会走在解脱的出离道上，意思是这样。那各位可以看到哈，所以我们要得定的话，一定要有念嘛，对不对？我们念住啊，念住，你要得念住，你一定要精进啊，串习成熟有没有？这些关键字前面也是讲啊，你一定要串习成熟啊，然后你要点要有信啊，师德能，对佛法要能够要有信解哈。好，那我
好，那我再讲一段哈。唯于入席出席所缘，令心安住。好，入席之入席，入席空位，出席之出席，出席空位。于这四个习相，能够任运转而保持明确的观察。任运转是说你一直保持很稳定哦，然后你也不需要去刻意的去作意哦，它就已经在背景，就是在背景这样子运转哦。那这时候已经到了等住的状态，就是要舍掉你的算术修学，进到随习观察就可以了。啊、哦，他还是讲刚刚前面的。如果你真的是，已经任运了哈、哦，到了等住的时候呢，你可以舍掉了。那这时候呢，于入出席，因正随行，因神了达。因正随行啊，当然是正念随行了 啊。除了正念随行，你还要正念觉知。那这个我们等一下，我们可以回到第十六页哈。因神了达，了达就是说，你从自相的观察也可以有共相道理的体会，啊，那他是后面是讲我是把截录了，截录老师前后讲的。那我还有那个列了批评句里面的解释啦，啊，因为那个上次我有跟傅明学长哈、哦，有请教他，他说哈、哦，你有时候你还是要把。虽然我们是教第二本禅修手册，你有时候还是要把原文哈、哦、列一列啊，做一个参考依据哈、啊，这样子大家有个互相参考依据，让大家更能够了解哈、啊。你看批行记怎么解释哈、啊？于入出席因正随行等者，就是前说入席向下而行，出席向上而行，念随彼转。明正随行有没有？正随行就是你正念能不能够上下行，一直可以这样子运转，一直可以这样子运转，标记运转。好，念与汇聚，明神了达。啊，你有念，但是你也有会啊。那这老师说这边一神了达是偏会的。啊，在这边呢，啊，这个。跟各位做一个说明批评句哈，随行就是你的能观察心贴着所取相，保持正念觉知。啊，正念觉知的心是属于定，是定力作意，就是我们一直如果说我们到后来是误入五蕴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最主要就是生出一支嘛，对不对？那我们的正念能够我们的正念跟生处是一致的，就是你的一支跟正念去一支跟生出一支去同步啦。啊、哦，就是让那个正念一直相续的那个状态。我再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好解释的哈、哦，就是它随着。正念相续是你，因为你的能起心是主动嘛，你让内住，你让那个念能够去做深处的操作嘛，有没有变成事项？啊、哦，然后你又有觉知，那是它是以能起心为主。那所取如果说所取相你是偏会的话，那你是根据那个所取相，那你就是你要去分析呀、啊。你要去归纳啊，你要去像阿毗达摩，你要去问呐、啊，哎，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啊，这种分析归纳，那都是属于你对所取相的进一步的延伸。那能取心的那个圣摩他是不是这样？好，那因神了达的神就是仔细。分别的很详细的一种状态，了达知道它是什么样不同的差别分位状态。因神了达是属于偏观慧的，
依我的话讲，就是清晰的辨识。好，我们下堂课从正念觉知跟清晰辨识，在第16页哈。清晰的辨识一定要对照你的闻思慧，你要依着闻思慧圣言量所教导的形象去分别，你要去分别啊，你要去分析啊，你要去归纳啊，你要去体会啊，啊，这些都是类似，都是这种偏慧观的啊。你要依据我们的七种列喻去观察到印证，就是七种列喻的什么相啊？七种列喻里面当然也有指向，也有共相了啊。然后呢，后面有个新的句子，就是如是家境有如是相哈。这个叫做因神了达，你随着习入习出，保持随习的观察，一直到你明白如是家行有如是相，这个时候你的闻思慧才能够稳定下来。好，因为我最近有常常有那种很深刻的感觉，就是说你有次你想通了哈，你又忘记了，然后你可能要重复的去再去思维哦，你不重复思维你会忘记，你真的会忘记，所以要复习，所以一直要重复的思维，重复的思维之后呢，你那个思索成慧才会稳定下来啊。啊，它不只是看而已，你看了以后你要观察，观察以后要随觉，随观随觉，那个练习。这大家有看到吗？无间心，因众心，看到啊、哦？你可以看到，在这边无间心就是对时间在修行的过程，必须要正念的觉知。正念觉知什么？就是让妄念随转到正念相续上面。正念是什么？就是安般念嘛。你一直要安般念，你的呼吸事项一定要很稳定啊。正念相续上面，即无间的相续在全然的觉知。你这时候要觉知啊、哦。保持觉照，如镜照物。啊、哦，只要正知住，一旦破到非所缘扰动的状态，就对治超越。啊、哦，当然还有即知进藏，圆满清净心的相续的状态。哈、哦，这个就是见正念觉知的部分。你回到16页，大概你可以看到，它有正念相续的部分，也有觉知，全然的觉知，全然觉知。里面呢，就是你要保持觉照，正知住，啊、哦，那我觉得可能你看正知的部分啊，你到各地都有很多的解释，但我觉得说，你可能要搭配老师的前后文，搭配老师的前后文去阅读，然后去体会，可能会更清楚。因众心就是对于方法你要清晰的辨识，这属于观慧了啊、哦。啊，就是轻重等持，辨别因缘果的正道，保持如是因如是果的观察慧。好，那用闻思正念去辨别，就是你要去分析啊，你要去归纳啊，你要去体会啊，你要用阿毗达摩问啊，哎，这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啊，不是正念，你已经很清楚那个正念，你要那个正念去相续的状态啊。那这后面我就不念了，那各位你可以看了16页啊，你再多多体会一下。那我现在呢，就今天就第一个部分我就讲到这里。刚才谢谢小云学长，其实已经开始，应该是说他一边走一边除了对于这个我们说的佛的圣言量的文句意，一直一边的带着我们走，那另外呢，他也一边呢又回来帮我们复习，那我们也达到共识，就是说往后呢，他还是会 again again 的再带回来，再带我们呢再往前面复习。那刚刚其实，在听小云学长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文具玉的一个导读哦，我其实又会回到我们就是在第二册的第三页啊，老师讲的就是说，瑜伽行的道次呢，它就是用瑜伽师地论的卷20的修所成谛，然后呢对照三摩地道次的六门教授习定论哦，这样的一个整的一个架构。那这个架构我们刚刚看到，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就是深入这样的一个甚深法义里头了。那这个也让我又回想到说，老师曾经也告诉我们说，就是用修所成谛的来贯通整部瑜伽师地论的100卷哈，那建立这个修三摩地的道理跟方法，然后呢来就是再回来呢学习文思的基础。就是再回来，所以刚刚小云学长在带领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视作义，还有就是在复习那个算术哈，过算术地那边的一个学习的复习的时候，学长因为之前可能已经开始我们有进入那个我们说路出席的一个修习，跟着这个道理跟方法的操作哈，还有就是也开始进入这个。我们说的算术修习的一个操作了，这个时候，哎，我们再回来看看小云学长带领我们的这个导读的这样的整个一个文具意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哎，真的慢慢有点了解了？这个部分，学长们自己去观察，自己去了解哈，因为这个就是你自己本身，我们自己本身哈，有这样子的一个相辅相成。然后呢，我们再回来再看看我之前的文思的部分呢，哎，加上我操作的那种圣解的时候，那是不是能够互相的会通？那我觉得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一起努力的目标。那我觉得说共修其实那个力量是很大的哈，每个礼拜四，来一起。然后其实看到学长们都一直这么用功的时候，其实也会，让自己呢也愿意跟大家呢就一起用功哈，就比较不会说你如果今天一个人的话啊，反正我今天不做嘛，明天我想做。可是如果你只是自己一个人的话，我想那个，除非啊那个我们的善根真的是很强啊。要不然的话，我一直觉得共修，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学习，我就是真的是搭着共修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以力啊，借力哈来使力，这是我很喜欢做的借力使力的部分。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因为要进入，我们现在其实为什么学长读了刚刚的那个我们的这个。禅修手册以后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定到算术修习以后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为什么稍微要稍微停？那这个停不是休息，是因为这个阶段其实已经要靠学长们开始自己去，我们自己去对你的这个文具还有你的操作实作呢，去会通的一个自己的努力了。你不做的话，你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不去操作，然后再回来对应，包括我们定资量一样啊，这都是每个关节都是息息相关的哈。你如果你的前面的我们定资量没做好的话，你说你要做验做的操作，那就会有一搭没一搭的。当你在操作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回想，哎，我的。这个在平常的这个生活起居的这个我们定资量，哎，我有没有做到位？那其实这样的一个会通，你就会养成你就是一个慢慢步入我们修行人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这个状态呢，它不会去影响你跟你父家人的互动，反而会因为这样的状态，我觉得你跟家人的互动啊，跟朋友的互动啊，还有你在面对你生活的一些。情境的时候呢，都会慢慢的觉得哇，学佛真好，就是这么一句话。那另外呢，就是我会建议学长，当开始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进入这样的一个
一个学习的时候呢，我会建议学长们可以就是找一下你附近，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借由我们视频大家一起共修的，那尤其还有内地的学长，那台湾的学长其实大家也是分居各地，可是呢我想在你的周遭环境呢应该也有阿兰诺，就是我们说的寺庙，他会有固定的期间会办短期的禅修或是短期的念佛，有时候可能是一天，有时候是3天，有时候是7天，那我觉得就照我们自己的一个福德，我们的资粮去，有时候呢去随喜参加。那譬如说你如果禅坐的话，哎，你看到刚好有那种禅一啊、禅三或禅二啊，这个就是大概我们如果是家庭主妇的话，哎，可以的，可以跟家人大概请个一天两天的假，说，哎，这一两天你们就自己打理哈。那我先去给自己一个学习。那这时候呢，禅一、禅二的时候呢，我觉得那种就是有给自己机会一炷香一炷香的这样的一个练习哦，我觉得那个效果会更好。那个效果你再回来看，你再回来这样相互的就是在譬如说我们每天可能会固定是早上一支香一个钟头，那如果晚上要就寝之前可能有时间，或是中间有时间，那可能能做也大概就是3支香。如果说我们今天是能够去参加一个禅一啊、禅二、禅三的话，那他的 schedule 他就是可能你一天起码也可以做个4支香、5支香。那这时候这样的一个串习，我觉得会对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熟练会有助益。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建议。那像我在12月份可能也会再有一个精进短期的一个禅修，那这个是也是因为我一直的一个就是说阿兰诺那样的一个的老师哈，那所以说因为有这样的机会，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因缘上你还没有就是说像我们在文思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非常有福报能够碰到廖老师为我们做这个，已经所有的资料其实就是听音档，就真的是老师都真的没有欠我们了，那个这个打开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老师那个音档，他而且他的那个讲课的内容是这么的仔细，这个文思对我们来讲他是真的是我们的资粮真的是够，只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进去听闻。那我也知道内地的学长都持续在做共修，那台湾的学长呢我们也都有共修，也有几个一起共修的就是学长们，那我觉得那种就是大家一起加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凝聚力呢就不会退，好，你即使你进进退退也不会退到哪里去。那至于说你今天要去做一个禅修的话，也可以随缘去找附近的阿兰诺，那如果说你希望说哎，你找到的这个指导的老师他是一个有正量的或是说他有正见的我觉得最好的方法你就可以跟活菩萨报告，我觉得那个方法是最，这个也是老师或是我师父一直的师父报告，你如果真的觉得你真的很对于这个法的恳切，你真的要真的知道要契入这个法界的实相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你活菩萨报告，你说希望我能够有这个因缘，也希望活菩萨能够加持，那我们这个有这个因缘呢能够有这样的学习。好，那这个是我觉得那样的一个跟活菩萨的那种感应道交哦，它不是拜偶像，也不是迷信，因为我们共同学习的就是佛的般若的智慧，而是你就好像你在把你的一个学习跟你的佛菩萨来做倾诉，然后能够跟他对答哦。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都会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加持哈。那种加持不是说他有什么鬼神奇鬼怪的，而就是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的这个
这个般若的智慧能够一直在增上。那以上就拉布拉达先跟各位学长就大概报告这个部分。那我们今天呢还是尽快的这个 Q&A， 也不要说尽快，我们就是还是慢慢的，就是说把这个 Q&A 呢就再跟大家一起共读，然后呢我们一起回馈。那这个部分呢如果中途就是问的学长还有问题也都可以，我们这个阶段等于都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来讨论。那我们大概上次就是到那个 question 八，那这边我不晓得，因为我们的这个 question 八是没有句名啦，但是如果这个学长你觉得 OK 的话，你也可以来主动的，也是可以待会也可以主动回馈哈。那这边这一个部分呢，是一个学长他说在饮食的方面呢，他早餐中餐正常量，那晚餐就比较少哈。那平时会思维饮食只是为了补充营养好修行，不应贪着饮食。那有关于这个节物瑜伽呢，就是他的一个调睡眠，或是你平常的一个调作息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睡眠前会把五个步骤思维一遍，那具体到再到思维光明相的时候呢就睡着了，那取光明相也并不明确，睡眠还是比较昏沉。再来就是呼吸的部分，平时没事的时候呢想起来就关注自己的呼吸，练习腹式呼吸，并取四个习相，但不算数。取相时简化了思维的文字，变成入止、出止。哈，之所以简化，是因为发现文字多了之后呢，影响自己的取相。那每天清晨做一个小时，练习算术休息，主要是以一为一和以二为一。算术时会想象呢，地上有颗珠子，珠子上显示数到的数字，但取到的像并不清晰。算数的方式是顺算数加逆算数，就是从一到十再从十到一算作一个小回圈，用老师教的九宫格的方式计数。第一个回圈完成，就在九宫格第一个格子里想象有一颗珠子。我是采取入息同时数一的方式，每天上座昏沉吊举都有感觉，昏沉更为严重，好的时候九宫格能到第三个，然后就乱了，再回去重数。不好的时候一个回圈也完成不了，就算散乱了。那这里呢我们大概看了以后知道这个是学长他在做一个这个分享修行日记。那其实我们还是就是说保持一个有纪律的观察，全然的觉知。那其实我们今天也学习到就是四个坐意力了哈。那这样刚开始如果真的有昏沉吊举的时候呢，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说就回到历历的历历运转坐意，历历的一个运转坐意哈。那其实你慢慢慢慢熟悉了以后呢，我想四个坐意那样的一个每个坐意的那个阶段呢，我想应该都可以。当然后面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无共用的部分可能还要加把劲，要不然的话大概就会是在这个前三个作意这样子上上下下的。那这里呢学长的分享日记呢，其实他也报告了他做了什么，然后他做了以后呢是怎么样的状况，那整个身心状况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后面呢其实还是继续就是看看我们读了文具义以后，读了老师的一个指导以后我们要怎么去做回应，自己对于在自己的这一个知道过患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做修对治，怎么回应怎么调整，那调整后又会是怎么样呢？其实这个都是还是持续的。那以上是这一个问题跟回答，有没有学长我们先请那个提问的学长是不是他有没有问题，学长在今天有没有来参加，还
还是有其他学长要回馈的？或是其他学长看到他的一个 question 的话，对于他文字的描述有没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哈。好，那在这个 question 九第九个问题，学长也是用这种修行日记的方式来描述，吃饭前注意吃饭是为了四大的平衡，对治恶病，不是为了享受味道，这样就让自己不关注食物的味道如何。好，我想这边就是。他会观察，但是他能够知道，就是等于对爱跟非爱的部分哈，他不会去太在意了。那吃的时候呢，观察着食物的种种变化，就不会让自己吃得过多。自己的问题，这种信念不是每次都能做到位啊，有时候就忘记了，吃到一半才想起来，有时候就忘了注意了，还是自己的警策心不够。多训练自己，让自己熟练这种思维的模式。我们就看到学长在这个饮食的部分，他有做这样的回应啊。那回应后呢，他就会提起这个警策心，希望他觉得自己的警策心不够，所以呢，他的调整就是要多训练自己哈。睡眠每天10点左右睡觉，右侧卧光冥想。问题，思维白天学习的法义，往往思维不起来，对白天学的法义还是没有串习成熟。当时明白了，等晚上回想的时候呢，脑子是一片空白的，感觉自己听闻的量有点多，但是不能把法义总持起来。准备做一个小本子，今天学习法义概挖成几句话写下来，不断串习思维。每天听闻不求量大，而是能够串习成念。睡觉的时候感觉自己睡得还是很沉，也做梦，而且做的都是很乱的梦，和学佛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有有限的几次能做到和学佛有关系的梦，说明自己白天的法义并没有串习到自己的阿赖耶识里面。这边也看到学长们，学长呢，这位学长呢，他已经开始呢，在做这样的。粒粒运转作意，还有我们说的有间缺的一个作意，好，那当然开始要串习，慢慢就会能够去把它串习起来，把它正念念持而住。所以你看，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听闻佛法或是思维佛法，它还是这样的一个四个作意，好，就是到能够串习到能够圣解，这个都是还是用我们新的四个作意来做。平时观呼吸，我的最大问题是特别爱打独头妄想，平时散乱也试着用把心圆在呼吸上来让自己不打妄想，效果不是很好，还是想不起来观呼吸，力量不够，需要慢慢磨练。现在学着升起这个无惧意识哈，这边我想他就是在学习那种同分所缘烁烁随念哈。那让意识随着自己的对境呢，升起如理作意。比如现在是秋天，看到外面树叶都变黄了，原来会想起北京秋天真美。现在就想，我现在看到的景色是我世上的相。时间到了，树叶自然就变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转移，美不美都是我增益出来的感受，这样就不被感受牵引。坐上修，每天4点半到5点半，1个小时的禅坐时间，按照上课共学的步骤，先暖身，然后意念生圆满。善坐后，八处放松，再观习四相，然后进入数息。如果第一天晚上睡眠不好，第二天的打坐就会昏沉，数息就根本数不下去。昏沉的时候会稍微张开眼睛，让自己清醒一点。但是只要闭上眼睛，还是会昏沉。数息时1到10，10到1，一个来回记在9宫格里面一个格。不过以1为1，还能记满一个9宫格；以2为1就不行了。
有时候就忘记了哪个格。其实看到学长们这修行日记就知道，这位学长在座上修呢，他呢会升起这样的一个意乐，我要做修习无门定之量，或是我修习在宴座的时候呢，我先有升起这样对法的这样的一个意乐，所以他意念生圆满。那这里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小云学长在引导我们做粒粒运转作意的时候，也有看到，就是说粒粒运转作意它是坚持不善，就是你刚开始用功的时候，你就是要坚持不善，所以呢，以二为一不行了，忘记了就从头来，真的就是从头来，我就是都是这样，不见了从头，不见了从头，不厌其烦，坚持不善，就是这样。你到哪一天，你数满了十个，就是这么圆满的一到十或十到一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前面都不会是做白工，它就是会是这样子慢慢增上的一个串习。所以我们谢谢学长分享这个修行日记，继续保持有纪律的观察，还有全然的觉知，就是我们就是还是在练习这个部分。第十个，这个问这里有没有要回馈的，还是提问的学长有没有什么要回馈的问题？阿弥陀佛，慧玲学长，这个是我分享的，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就是打坐呢，九宫格这个呢，就是还是因为不熟嘛，原来一直没有用过九宫格，所以我现在改成就是，就是在自己的坐下有四个点，然后周围四个点，中间一个点。那个正好五个点，然后这个我感觉到这么的比九宫格要更明确一点，就是不会忘记。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但是我感觉到是要好一些。就我就没有用九宫格来计数了，就是用原来因为我一念佛就用这种五点计数法来念佛嘛，所以用这个五点法我感觉可能更明确一点。谢谢贤浩学长的回馈。其实只要让你能够标记清楚，就是让你的这样的一个假，就是你的一个学习能够往正确的方向走都没有问题。对，我先分享我自己的哈，其实我的数数是用我的标记数数是用我持是药师咒啊，这个是刚开始是，师父教导的，那我是持药师咒，我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是掐着念珠，然后那个念珠刚好就是55颗，我只要是中间忘记了，我就是从头回来第一颗开始数。我曾经昏沉到南无薄伽梵帝啊，譬如说前面的那个药师咒，南无薄伽梵帝，南无薄伽梵，可能我就昏沉了，但是我就又回来。好，那后来我念珠也不用了，我可以就直接就是就能够解手印。然后呢，那一呼一吸的一个标记，55个标记就这样子开始也很顺畅。所以其实每个人就是依照自己，其实那个九宫格是老师他就是说，等于在教导的时候，这个是也是这个是我们说的圣贤他教导我们可以这样用这种方式。但是如果你的这个方向是对的，不会让你的这个散乱或昏沉掉举的话，用这种方式，我个人的见解是 OK 的。嘿，以上是我的回馈。那我不晓得其他学长有没有什么回馈的意见。好的，那个林学长，我明白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差多练习。我感觉就是原来就是我不拜忏的时候嘛。我把这个数数的方式，拜忏的时候也很昏沉和散乱，
你一边拜着忏一边想着就是不透妄想很严重。后来我就数数，我发现就是最近就经过这一段时间数数，原来都会数错，一般88佛嘛，你原来都会数错，现在就是几乎这几天就一次都没有错过了，就是一个熟练，就是多练就才行，其实其他的都次要的，就是得多多练习，这是我的感受。阿弥陀佛放麦。那还有没有学长可以要回馈的？好，如果、那个、我想毕加好，请我现在方便讲，我讲一下。其实不一定要用九宫格啦，也可以用自己的身体的点，比如说头、肩、手肘，你就弄出九个点，这样也是可以数。重点就是让你可以心不散乱就可以。好，就是这样子。所以九宫格不是唯一的方法。哎，是的，谢谢学家，那个一家学长回馈。还有没有学长要回馈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往下。如果有想到前面的问题想回馈的，我们再回来都没有问题哈。第十个就是练习用顺逆算术及九宫格操作上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上座有调局，数得清楚，数不会乱，伴随妄想也看得清楚。像这种还需要再重回去以一为一重数吗？哦，那这边其实老师在禅修手册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入习出习两个习相能确定了哈，这是两个点哈。今天学长小云学长也有帮我们看到那个禅修手册哈，基本上那个四个点。四个习相，尤其当你可以看到那个中间的入习跟中间出习哦，因为它那个它还是一个习相，所以它是可以看到那个习形的。但是我们现在是真的是看不到的时候没有关系，就是可以知道感觉它中间有那个停息位。那只要那个两个习，就是两个习确定以一为一就过了。之后呢，把以一为一呢，就转成以二为一。那你要数在入席的那个，我们说的内门风转的那个 moment， 还是说数在那个出席的那个外门风转的那个 moment 呢？你就自己去看你自己的，你的那个整个一个过程的一个流畅度，还有你身体的状况。像我们知道说，如果身体比较弱的人，他可能就必须要数在那个入习的部分。那比较年轻的他，因为这个整个那个习入习出啊，他稳定，所以他可能出习那个部分，他也可以抓得到哈，比较能明确的抓得到，所以他就会再出习。那这样的一个练习以后，整个过程我们开始就要怎样？就已经是在调自己的身心，好，还有你在过程里头，你就是能不能心的出众，心已经没有出众的，身没有出众了，心也能够堪忍了，然后你能够安住在习相了，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意乐转，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所以你在这个过程熟悉的过程状况呢，我们就是还是要，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清安、心清安、安住所缘这个阶段，到我们怎样到能够无间还有无功用。那下一个阶段你的随习还是一样啊，还是做四个，就是说你的那个过程还是一样，它就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一个作意啊，它都会有每一个阶段的一个学习。所以还是继续练习算术修习呢，调整入出习的环境。这个部分有没有那个提问的学长 ？OK 吗？那要回馈吗？
还有其他学长呢？哦，慧玲学长，这个问题是我提的，没有问题，我知道怎么操作了。当时就是，那个第二局呀，妄想会比较多，但是它不影响数数。哎，当时就想要不要重新数呢？哦，现在明白了，知道了，感恩。好，如果没有学长要回馈，我们就往下。好，这个是第十一个问题，饮食以前是贪吃自己喜欢吃的，喜欢的总要吃九分，十分饱。那现在观察过，不管是吃什么，控制在吃八分饱，做饮食如要想，觉悟一切这个部分，睡前尽量做光冥想，有时候思维背过的寄送或白天的内容，出现妄想了就思维无常苦空的道理，但还做不到每次都是这样思维。静坐，数息经常数乱，调举时候很多，乱了就从一再开始数，基本上是十个数，数下来的过程中都发生妄想，气息还调不匀。坐15分钟几乎腿不麻了，不过在入满出空四象中渐渐观察体验到，特别是不得不出不得不入的时候，知道不随自己的意志自己主宰不了，有了点感受。其实这里我们就看到自己这个你看，当我们这样有实际的一个操作的时候，就知道说你如果是有一个我，那你应该可以做自己的主宰啊，你可以做自主啊，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让我的习相这个控制它的露出呢？而是习相它就是这个不得不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对于这样我们，但是这个状况在我们就会知道说它是一个缘起的一个缘起的状态，我们就是看着这样的一个缘起，那缘起它后面显的就是我们说的性空啊，无自性的部分，我们就这样子观察安住。所以谢谢这样学长分享的修行日记哈，然后我们继续保持有距离的观察跟全然的觉知。这个部分有没有那个提问的学长，有没有要回馈的，或是有没有其他学长也愿意回馈的？好，如果没有，我们就继续往下哈。这个第十二个问题哦，它里面是分了好几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的一个回答呢，我们到时候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请那个小云学长哈，再帮我们做一个解释哈。因为其实他问的问题可能都是我们后续会学习到的。那我们就先一个一个问题来，我们来讨论哈。他说修止修观是修因缘，修定是修止吗？修定是修一切止观和定，一切止观，那和定的定义啊，这边那这里的回答是有关于在第二本禅修手册的第50页，就把这个就是这个修止修观是不是修因缘这个问题，就是说把这个状态准备到跟经文或论文所要求教导的条件相应，那个就叫做修因缘。那在卷30，若于9种心住中心一净性，是名奢摩他品；若于4种慧行中心一净性，是名毗婆舍那品。那未来在小云学长要跟我们这个解释这个导，我们帮我们导读，还有跟我们解释这个文句义的时候，就是往后会4种座椅后面就是9种心住哈。所以这里我不晓得可不可以是回答到学长这个问题了。那个学长是不晓得今天有没有来。慧玲学长啊，是我提的。对，我对这个修，对修止修观这个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但是我就通过这段时间学习了，我
因为杨老师晚上也带我们学习嘛，完了我现在感觉，稍微有点懂吧。这个定呢，实际上是一种相，不是一种定在那儿，就是一种对你所缘境的一种相续的稳定的状态，就是缘在那块状态。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现在是对的吗？呀，这是对，其实定就是好，我想休息。比如说以我目前所教的哈，安般念所缘啊，它是先从念住嘛，对不对？念住就是正念相续，正念相续以后要全然的觉知，要知道它正念相续都是无物的。然后呢，我们会从九心住的一个状态，就是九心，就是这是一个九心住的过程。然后到九心住过程，我们今天不是有介绍到过算速率，就是等持的部分嘛？等持部分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继续导入，你就会有禅知的出现。那时候就是如果有禅知出现的话，到味道地定，那时候有所谓的圣摩他品。那当然呢，当然也有，比如说我们说欲界定算不算圣摩他？那当然，我们也说也勉强也是可以啦。那不过说在经论里面一定是味道地定。味道地定才是生活他嘛，在有些实地论是这样子讲的，六门教授习地论也是，好，那在生活他品呢，他是说四种会行，就是那个极简则、最极简则、周遍行识、周遍行识常，那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对于所观境的。比如说我们对所观境，我们要对它进行分析啊、归纳啊、体会啊，进一步的阿毗达摩要问要回答，比如说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去进行，它是比较偏会观的。那你是说，因为我们都是恶取嘛，我们那个四身一定会有恶取，见相二分一定会起来嘛。那只是说你现在是我们现在是偏哪一个部分，当然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所谓的观，我们随时也可以观，看你有没有止而已啊，我们随时都可以观。那我们随时有没有止，那看你止能够撑多久嘛，对不对？你可能撑只有撑一秒钟，那其他十秒钟都是散乱的啊。那我们说在希望我们在观的时候啊，我们的心绪是安住所缘是比较稳定的。那我目前看起来是稳定的程度呢，它是从九心住的一个过程到一直到我们有禅知的发生呢，就代表说你这个稳定度它是有标准的一个叙述，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到达所谓的圣摩他品？那在我们如果定能够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我们在四会行，我们在寻思的时候，四会行在分析归纳的时候，那心才会比较有力量。那我们在根蒂语也讲啊，你在修习位，你有到味道地定的时候，你不只是可以除烦恼，而且是可以断烦恼种子的哈。那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不晓得。然后另外修因缘啊，其实修因缘，比如说像修守成地，它有一个部分也是修因缘嘛。你说修因缘是不是修死修观？那当然也是修死修观啊的一个部分嘛。那个修所成地就是有四个嘛，是修处所、修因缘、修余伽、修果嘛，对不对啊？全部都是修死修观的一个叙述嘛。所以我想说，我只是想把所谓的修因缘限缩到我们第二本禅修手册里面讲的。我们基本上至少要能够把我们的身心状态哈，要跟经论里面所教导的条件要相应的，这是最基本的，我们要做到嘛。那我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戒禁四因有没有基本有没有做到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有没有串习成熟嘛，我就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其他就是按就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渐渐的，我们的身心状态就渐渐可以跟经论里面的教导条件是相应的，就是吻合的啦。就是我们可以每次实验，我每次实验上座都可以跟经论很相似，
那个代表就功夫就很厉害了，哎。那小云学长，那个按你说那个修订是休止吧？那就不是呗，对吧？因为那个止的话，定里头是包括止和观的，是这样的吗？没事了吗？哎呀，这个，对，我想着定跟止哈，我觉得我们不要太计较专有名词。定有时候是说是外道定啊，或怎么定，我们讲的都是定心中会嘛。啊，色摩他就是止啊，那个毗婆舍那就是观，那所以我觉得说，你说到底一样或不一样，那我觉得也可以说一样，也可以说不一样啊。那我觉得说，以外道定跟我尝试这样讲啊，我自己所学的外道定跟我们的佛法的定就是不一样。我们佛法定是有智慧的，定心中慧，在我们在修守成定里面就有讲过。那外道定可能就是纯粹的定，所以他把所谓的止观啊再拿出来分别，也许是这个意思啦。但我是建议不要过度的去在专有名词定义里面去研究了，而我们是一个，我们现在瑜伽止观禅修是操作性的，跟我们的这一个文思会要相应的，就是文思修嘛，就是文思要跟修相应的，我觉得重点应该是要可能要放在这里。要 OK 吗？好的，好的，谢谢小云学长。对对，我是说，真的，有时候你说可能每一个人，可能每一个学派对于修止修定可能都有不同的叙述。那我现在就是用第二本禅修手册的叙述，跟瑜伽师地论的叙述，在这个叫做声闻地里面的叙述，我们先这样子做，好 ，OK， 好，好，谢谢两位学长回馈。不过我稍微带也把我见解说一下，就是说，你看我们平常讲到最高的定，在以佛地来讲，就是金刚玉定。那他就是用这个名词就是金刚玉定。那你说这个金刚玉定它又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它绝对不是只是完全是奢摩他的这个状态。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名词的一个不同，在每个各个部派或是说经论上不同。那我们在这里就是所谓修一切止观，好，就是止观的双印。那止观呢，其实今天我们在看这个禅修手册呢，老师也提到了哈，其实跟四禅波罗蜜的那个我们说的属随止观环境哈，那整个一个六妙门的一个相对应的话，我们就好好的，因为其实我也可以跟学长们讲，我当初也是奢摩他毗婆舍那，我在刚开始学习，在刚开始进入这个佛法的一个学习，我就拿那个解深密经去问我师父说什么是奢摩他，什么是毗婆舍那，我当初就直接就问他了哈。那所以说你的一个学习的时的过程呢，你就会慢慢去注意好，包括后来开始学，我说我刚才才学什么叫奢摩他，什么叫毗婆舍那，我是从广论，是师父在教导的时候从广论里面录的，我也不是从瑜伽师地论哈。但是后来就觉得说，他的整个一个文具义，佛陀要教导我们的，圣贤要教导我们的，他的一个这个语义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止悦，就是一个止悦止，好，你就是知道要怎么去应用。那目前我们是就开始，因为后面都会介绍。那但是我们真正实地就是我们说的，他已经建立了我们一套三摩地的一个道理跟方法了。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就是先去做一边操作哈，操作完回来文思，操作完回来文思，
你慢慢慢，哎，真的可以，就很清楚哈。因为当然我们的清楚也是自己的清楚啦，也是不会去，搞不好也是自己第六意识的一个分别。但是慢慢你就会有那个甚深意的那个佛意呀、啊。我们说佛意呀、啊，你就能够慢慢能够甚解在心，好，所以不用急。那我们这边讲的就是一切止观禅修，好，那当然它就是止跟观，OK。那后面我们也知道说，在那个四处七支呢，它这个修果呢，它的过程里头，它会有一个世间道清净跟处世间道的清净的部分哦。所以学长您，就是说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是自己在搭配自己的文思，你慢慢慢慢就可以能够去知道那个佛意圣严量的那个法意。好，那我们这一个部分如果 OK，我们就跳下一个小题。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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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是哎，即请将教哦，我请举说。手。我简单讲一好。下，佛法讲的止啊，佛法讲的定，都是有止有观的定，它不会只是只有定而已，一定有观。虽然我们从九心住去入，但九心住里头只是偏定在说，它里头不是没有观的。你如果没有观，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心散啊，或者你失去了非所非失去了所缘。其实这里头是有观的，只是观会随着我们文思的智慧的深广，你可以越观越细。所以九心处里头人是有观，他偏定说而已。那你说智慧行里面，他是偏观说，里头也是有定的。你心如果不安定，你观不起来。就像你看东西，你如果自己一直在晃东西，你是看不清楚的。所以，定跟观是不能分开的。那佛法讲的定，一定是有止有观的。这样子应该就比较清楚。那瑜伽止观，当然止观，就像刚刚那个小云你讲得很清楚了，那是名词的，有的翻译的名词是不一样。那其实都在讲同一回事。那瑜伽止观，它加瑜伽两个字是相应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是相应佛所说的身教道理来修学这个止观。好，那至于修因缘，当然它就是让你可以要修集，修集你能够朝向涅槃的身道的这些的因缘。那这过程中要修集的就很多了，所以那是属于修因缘的那一块，不是单单切割开来的。因为修止观是要朝向解脱涅槃的其中的一条方法的道次第啦。那你要走到这个道次第，你得去修集很多的因缘，包括我们接近四因，其实这些都是。好，就是我简单的这样讲，这是有止有观的定啊。所以不要只是一个定字或一个止的这个字，就认为这是单纯的定。谢就谢一大家概就学这长的个。回馈。好，那有没有学长要再回馈的？这样的讨论是不是越来就那种就会越来越清楚？每个人就用自己的角度去那个分享，去回馈。那这个三个人的角度这样子，好，四个人、五个人这样，好，那如果没有，我们就往下面了啊。我再补充一句哈，没有定的好。观会容易成为狂慧，没有定的观会容易成为狂慧。那没有，那个如果你没有定，你其实也是观不起来。那如果你不修定，只纯粹修观，就是容易掉到狂慧，这个要小心。好，谢谢一家。好，在第二个，定世间定只能这个只是这个只应该是只是的只还是这个只有的只？我们待会没有，再它是提只问能的人只哈，啊，只能能，取能好，能不是就指是定这的个只词，哈，就就是这个好也是好好这个好好好词。，OK。只能取能观心当作所缘，出世间定，缘以无分别的境界，
起了无常苦、无我的随观的观察，那么我们是从世间定驱入出世间定吗？那这边就是一个也是这个我们回答是说，从世间定驱入出世间定吗？是的，但要具足修所成地四处七支的次第。那在61页，在我们的第二本禅修手册第61页，尽心所缘，尽或所缘，善巧所缘，尽或所缘的部分，我们是这样来回答。那小云学长，您要补充吗？对啦，我倒觉得就是说还是一样啦啊、哦，那个，我们还是要有文思慧啊，就是文思修的这种道次，就是他一直都是，一直都是文思跟修，就是我们验证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是可能让我们达到世间道所谓的禅定的那个这个现象，但是同时间你是有智慧的，定一直都有定心中慧。那这时候呢，你就会有，你可以看到哈，尽心所缘，我们用安般念，可以让我们得到，让我们尽获所缘，尽出这个世间道里面，我们到四禅八定的部分了。那这时候呢，我们用善巧所缘，比如说是我们要悟入五蕴，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会接触到尽获所缘的出世间道的这一部分。那我觉得这样子来叙述，会我比较倾向这样子来叙述啦，用这个道次啦。那我不晓得那个学长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但之前我们要从那个世间道到出世间道，我比较喜欢用世间道到出世间道，因为从这个过程，事实上它都一直都是有文思的出世间的智慧的，一直都是有，不是。啊，不是没有出世间智慧，然后我要先到出世间道，然后我到再去修出世间道的那个出世间智慧，可能不是这样了。所以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这个历程呢，我们就可以用修所成地四处七支的这个次第呢，再去做参考，会比较好。那我觉得它就会变成一个，更有更多的内容去说明所谓的世间定或出世间定这件事情。这样可以吗？我感觉我好像还是不太明白。像咱们那个尽心所缘的话，我们现在是取的是安般念，对吧？对，安般念。完了，那个进入世间的那个尽获所缘的话，是指的那个五蕴吗？不是，世间道哈，是所谓的世间道是说我们得定的一四禅八定的一个叙述，让心很止静，然后你有禅知的那种叙述，那个是所谓的我们的世间道的定。哦，就是四禅八定的那种境界。对，就是四禅八定，但是这个四禅八定是有出世间慧的，这是跟外道定不一样的。就是说，这时候不是没有无常苦空的智慧的，只是说，就跟你讲，只是说他可能还没有随观。那这时候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四禅八定的一个基础，比如说我们现在先具备有未到地定，对不对？但是我们对于出世间的这些道理也都能够圣解了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入地见观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去做修行。那个我忘了，咱们学的那个善巧所缘是指什么来的？善巧所缘就是蕴处界，还有那我处非处用的是缘起。那我们正好是用的，对，我想起来了。那么我们正好就是用的是蕴界蕴这块是吧？五蕴这块嘛。对。
用三餐五愿五愿啊，明白？对，我这个思路当时还没太清楚。完了，最后再进入那个出世界的那个无常苦无我的那种状态，是这么样吗？再就是体证这个。对，一直其实一直都有啦，只是说你看能不能现观而已啊。入地现观就是现观四地嘛，对不对？就是看你能不能现观。如果我们能够现观，就见到了嘛。嗯。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离我们境界是有点远呐、啊，只是在名词解释而已啦、啊。嗯，明白了，谢谢小云学长、啊、对对，所以 我当时思路没搞清楚。对对，没关系。所以我建议我们现在哈、啊、要放在进行所缘啊里面的安般念，但是这个安般念它是具有出世间的智慧的，它有文思慧的，佛法的文思慧的。然后我们这样子去修呢，就会第一个我们会。能够得到四禅八定里面至少欲界定、味道地定啊，味道地定是最基本的。然后我们在定的味道地定的一个状况下去修习出世间道，用什么呢？用误，第一个是用误入五欲，那这到时候会跟大家做说明。嗯，明白。我现在思路已经好，谢谢，感恩。对，因为我是建议说，我们可能要用，因为我们现在有书本了哈，我们也讲了《修守成谛》，也有第二本《禅修手册》，也有六本《教宗行定论》，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框架，我们已经建立一个框架，那这框架呢可以互相做印证，然后让我们更能够体会一切止观的道理。然后我觉得可能我们要用我们已经有学的那个框架来去做印证。那我现在的叙述是用我们所学的框架，好，第二本禅修手册、修守成谛啊，六本教授习定论啊，这些框架让我们有更多角度的参考，能够让我们彼此之间能理解怎么往前走。 OK， 好，这边哈，我想稍微我再加一加，就是说，我曾经是有提过，我们做这个进行所缘，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五庭心观嘛。那五庭心观呢，我们这个学习的就是安般念，安般念所缘哈。这边的进行所缘的安般念所缘，那这里呢，老师其实在禅修的一个课程里头也曾经有讲过一段话。那这段话我曾经也是在我们做这样操作练习有学习到，就是说，它是让我们能够五庭心观的我们安般念，它是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我们说的四念处的一个方便。也就是说，你今天如果那个五庭心观的这个心身心能够够稳定的时候，那它其实在过程里头它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四念处的一个方便门。那进入四念处的时候，它其实还会有一个四念处的别相观跟总相。那这个学长就不要那个，因为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其实在练习的时候它已经开始在引导，就是像刚刚一家讲的，它就是刚开始我们先心要修这个止的那个成分比较多，但是它我们已经开始在学习我们这个习相。其实那个部分是说我们是利用这个习相的这个所缘来先做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比较特定的一个观察。这个观察你可以就比类啊，到时候你在行住坐卧就可以做比类的观察。那这个习相的观察的时候，我们就会刚刚学长提到说会有这个无，你就会看到习相的这个无常啊，你会看到你习相的不自在啊，你会看到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习相啊。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已经慢慢开始在接触这样的一个方便的一个习相的一个我们说的说四念处的一个我们说身受心法的这样的一个别相的观察了。那你到后来能够整个习相整个那个观察能够圣洁以后，那总相观就也是在后面跟着来了哈。那前面这三个部分到后面的我们说的软顶冷是第一，软顶冷是第一就会入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禅修手册的这个第三本
第三本就是四加行的部分。那四加行的部分，那个部分会是前面的这个三个部分，然后再进入我们软丁人是四D。那其实整个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进入我们说的我们在修学解脱道的37道品。所以整个那个次第是很清楚的。那学长们你就是说你在我们在开始学的时候呢，后面会没有办法，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的是我们说的说自己去自我作证，或是说自己去操作做到那个部分。但是你看整个次第，如果你很清楚了，你会信哎、欸，那个信根啊，我们说刚刚讲到无根啊，你会信哎、欸。你会信那个信不是你，就是信自己能啊，信实有，信实信德信能啊，就是你会信托佛所说的部分哈啊，整个后面就一拖拉苦了，我就偏离了，就往前面，所以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会起这个无常苦空无我这个随，还是在随观，没错，我们现在还是在圆修，就是随顺的观察。但是那个观察你就是说你现在先把这个止的这个成分多一点，好啊，你在观察你习的志向啊，或是到后面你可以观察到习的共相的部分呢，你是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就开始加进去这样的元素，好，不是让你一向修止一向修观那个部分。以上是我很多话在补充，那我们今天大概就会是到现在已经35分了，我们还是今天美丽学长因为他有事没办法来，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学长们有没有要需要再回馈？如果没有，我们就这个再交给小云学长。好，如果有人有问题的话，有人有问题，哎，没有问题，你没有问题，是谁？我没有看到举手，不好意思，好，齐月您说，有听到吗 ？OK， 我不是有问题，我是想说分享一下那个打开。Hello 啊，有了哈，好，就是分享一下一点点自己的一个检核的一个方法。那譬如说我们在那个饮食质量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其实我们每一次在饮食的时候，其实听了这么多学长，大家都很认真，非常的赞叹。那我自己呢，觉得说，有一个地方会非常能够检核到自己在那个饮食资粮里面自己的一个观察，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去那个吃那个自助餐，吃自助餐的时候，因为非常的多样化。那在这同时呢，如果我们平常可能有在做这个所谓的饮食资粮这样子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观察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么多的东西的时候，有几次其实我就会很明显看到自己的唾液的分泌，就是你在看到这么多食物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其实不需要这么多，可是那你知道是一个方式，那但是你从你的身体里面怎么去观察到它是怎么样呈现出来的？那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就是我的唾液不断的在分泌，然后当唾液分泌的时候，就好像我们那个望梅止渴的那种感觉是一样，就是你会有一个无形中的那个欲望是生出来的，然后那个欲望就是它带动你身体的那个口水，它就是一直分泌出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观察到，其实你的欲望是强烈的，你的贪心是强烈的。这是我在这里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部分。我是从这里面观察到自己，平时好像有在练习，可是当我们遇到随便一个境界来考察的时候，你就可以观察到，真的是这个样子吗？那就是又打回原形，然后再继续练习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随时随地的一个，就是去照见自己。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其实要在睡前有没有要去思维这些法印？
譬如说可能我们在平时的时候会思考很多，然后妄想很多，然后就是会非常的散乱。那我自己有一个方式，也是最近自己找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其实你只要想一个就好了，只要想一个法义，然后你只要锁定那个法义，然后再去思维它一次之后，然后你再入睡的话，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一个方式。譬如说像我最近那个再回去听老师讲的那个三性三无性，然后他讲到那个所谓的他在最前面的集卷的时候，他讲到那个观世音菩萨，龙山寺的观世音菩萨跟张山寺的那个观世音菩萨，他两边的两个胁是文殊普贤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哎，你们有没有去观察到？那当然我家离龙山寺那么近，我是没有去观察这个东西，完全根本想都没想过。然后但是老师就会讲到说，所谓的所谓的那个我们怎么去观察这个观世音菩萨两边的胁是跟观世音菩萨的一个三个联动关系呢？那我就会把老师的这一个部分特别，因为我特别的有感受力，所以我就当天我就会把这一段再把它思维一次，那我就觉得我今天的功课完毕了，我就不会想，我可能脑袋不是很好，就记忆力其实也不是很好的一个人，所以我自己的方式我就觉得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然后只要每天思维一个法义就好了。或者是说像前几天听那个继续听郑时延老师的那个录影他的音档的话，他讲到一个自由度，他讲到地藏王菩萨讲的那个自由度，那个宽那个广，然后我就会去思维它，然后那一天就是只思维那一个法义，然后就这样子入睡。以上跟学长们分享。谢谢启业学长回馈哈，我这边其实他就是很自由的，那就是如果希望回馈的学长都可以分享。那我们现在41分了哈，那我们今天就讨论到此，那下星期我们再继续。好，那我们就请小云学，就给小云学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就是来谈谈接近四因里面的觉悟瑜伽。那上个礼拜呢，我们有谈到那个十名功德啊，那也有请学长看能不能哦，能不能这个礼拜做一个分享。那我好像据说贤浩学长要分享。贤赫学长，对不起。好的，小明学长能听到吗？有，谢谢。哎，好，典礼老师、各位学长，大家上午好啊。那墨学就分享一下，关于十名功德。其实刚才听小云学长讲到，关于四种作意啊，墨学也特别有体会，就是，因为这段时间主要是用功在我们定资粮嘛，包括饮食质量。其实一开始常规上吃饭的时候呢，他基本上都是边吃饭边细论哈，这个正念没有建立。那有了这样的建立的过程的时候呢，可能在餐桌上家人就会觉得很奇怪，那个小孩就会说你别那么严肃嘛哈，其实不是严肃，是自己想都想不起来。所以这么也是一个过程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历历作业的过程。但是呢，随着这样的一个每天的串习哈，他慢慢就会觉得，慢慢的也能参与到就是比如说让你拿个馒头，你也知道要去拿个馒头，然后呢，自己的这个思维的次第和内容方法也不乱失，或者说暂停了，但是你还能回来哈。墨学觉得可能这个就体会到第二个阶段哈，就是这个有间。那无间呢，就是说
当然还体会不到哈，只是理解啊，嗯，可能说真的也不需要正知了哈，一直就在那个法医上啊，然后呢别的外境他也不能中断你，那至于说最后能到一个背景哈，那这个可能真的要慢慢再继续用功，但是其中呢，莫学说，这个。可能各位学长说，今天不是说我分享生命功德嘛哈，这个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在，受用种类过换的时候，食物到嘴里，我们能感受到它的这种冷暖呀、滑色呀，以及颗粒度的大小哈，随着这种咀嚼声闻深处等等，这个耳闻深处哈，那随起这样的作意和观察，这算是观哈。那真的是吞咽入喉以后，我们再去思维，这个营养到血肉，还有筋脉骨髓皮啊，以及我们这种便秽哈，以及排出体外这样的思维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观察到这种五蕴的变化，只能是其想。但是呢，如果我们如厕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这种应该叫做这种通色啊，以及这种觉受哈，身受就能起来，那一样能够起观。所以莫学就觉得说，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取这个生活的情境和我们的对境，这个非常重要。那莫学在这个意念十种这个佛功德的时候啊，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也就是说结合这个净行品哈，就是取生活的对境和这种情境，然后当然了取这个情境，莫学觉得也是有一定的善巧，也就是说你取的这个情境和对境，它怎么能够在思维上有一定的引发性，或者说你那个理解上有连贯性，然后能够自然而然带动起来，而不是说强行在那儿作意。那比如说哈，第一个这个佛的功德哈，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有没有次第哈？那莫学上次听完小云学长关于用这个阿弥陀佛像来总持的这个过程，那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次第的方便，那莫学这种取这种所缘的方法呢，他就找不到这种次第的这种方便，但是呢它确实能够和这种自己的生活相对应起来。比如说我们每天起来都要刷牙，那一天当中呢，我们可能早刷牙，晚刷牙，中午还有三次漱口等等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莫学是这样做一哈，比如说若刷牙时，那就起一个愿哈，当愿众生，然后呢这个言无虚妄，那其实这个呢再往下那个各位学长可能就明白了哈，这种这个口业清净言无虚妄嘛，它就对应的是如来。那其实我们每天啊也会在喝水也好，或者说都会支持应气哈，就是会拿杯子呀，会拿碗呀，那这样呢莫学都把它变成这样的一个寄送吧。比如说这个支持应气，当愿众生成就法器哈，受天人供啊，这个就是说在每次这样的一个有这样对境的时候，它就会升起，而且这种升起呢，它有一定的这种作意的这种连贯性哈。那你比如说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家里的经书比较多，以前看到这些经书哈，也没有什么作意不作意，但是呢，莫学就把第三个功德哈，就和这个经书就对应起来。比如说若见经书，当愿众生啊，如其圣意，正得正觉。其实就是莫学就采用的这种方法。比如说我们开车哈，经常会碰到会有红绿灯哈，或者说会有这个摄像头。那我们看到摄像头的时候，莫学是这样做，就是若见摄像头，当愿众生三明止观皆行圆满。也就是说会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佛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功德哈，就这样来随念。那莫学就不一个一个的去详细去说了哈。但这个中间呢，它确实是有一个你在生活当中很难说我要起什么呢一个这样的一个这种次第哈，没有。
只有应景应时啊。开车时的如果是要开车的时候啊，手握住了方向盘，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作揖。若开车时当愿众生，无上丈夫调御其心，其实这个中间它确实都有一定的这个景和理的这种连贯性。好的，小云学长，墨学就先分享到这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谢显赫学长，真是每次听显赫学长受益良多。他今天那个取所缘哦，非常善巧，那这也值得学习，非常生活化。那我们说取所缘，修作意正家行嘛，啊，一般来讲，那就每个人取所缘的善巧，可能都有他独特的这个方法。那我想呢，就是如果能够取所缘，修作意正家行，能够这样子做得到的话，那当然是非常好的。那我非常。也觉得蛮好的，因为尤其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差异性之后呢，才能够知道呢，每一个人呢都是在往同样的道路，那条条道路通罗马嘛，而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罗马。这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在共学的过程中，深深体验到了。七月好像。有吗？好，不好意思，我就略微分享一下我自己。就是每个礼拜大概会有一次两次做这个佛随念。那当然我是在座上修这个佛随念。那上次听完小云学长，他是用这个曼陀罗的这个方式，然后老师上一次在他的音档上面也是讲说，你要配合那个我们的大圣庄严经论哈，然后可以把它弄成一个曼陀罗，然后来修习。那这个部分其实我自己做，我都还没有开始做到这个所谓的用这个曼陀罗的方式。不过小云学长上次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我觉得是非常的殊胜，因为这真的是也很好记。那我在还没有听到小云学长的分享之前，我自己就是，就是以很就是。以一般的这种方式来记，譬如说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主，那我大概讲一下我自己怎么在那个在坐垫上修呢。譬如说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可能会先念一次心经，因为一坐下来的时候没有办法立刻就是稳住，所以我会先念一次心经，然后念一次八大人觉经。八大人觉经我是一定会念的，然后念完之后我就开始那个念这个佛的十名功德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诸善事世间解。念过一次之后，看一看自己的心有没有比较稳定。那如果没有稳定性不够的话，我就会再继续念，从第一个名号一直念到第十个名号。大概念了一次两次之后呢，我就开始去思维他的法义，然后思维他的法义，譬如说如来是什么意思啊，应供是什么意思。但在那之前呢，我可能会念一次法义，念一次名号，然后看一次他的内容，念一次名号，看一次他的内容。我是先记法义大概记得清楚之后呢，我再观佛像。那佛像呢，我是有观他的三十二相。那三十二相一般来讲都是从足开始观，可是我试过很多次，我没有办法从足下那个地方开始观，因为我会把佛像观得很庞大，所以我觉得那个会让我有一个很大的受惊的那种感觉，会觉得就是非常巨大的一尊佛在我面前那种感觉。所以呢，我就会从他的头顶上开始。OK， 我大概就简洁的讲一下。所以我就会从头顶上开始观这个佛像三十二相，然后有时候会忘记，但忘记的时候再把它看一次，再意念一次，就跟老师音档上面讲的一样，你忘记然后你再看，你忘记你再看，就是重复这样子。那有时候可以观到整个佛身比较圆满一点。然后当你稳定相续的这样子继续观下去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佛像跟你的十名功德一起做观。那当我们在一起做观的时候，我们的心如果是
在一个稳定相续的状态之下的时候，你会有一就会到最后，就像那一天小云学长分享的一样，那个佛光的那个感受力会有一点感，会有一点点隐现出来，哈。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坐很久。然后我想要跟学长们分享一个部分，就是说，我觉得老师开这堂课真的是受惠我们大家，因为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呼吸观的就是安般念的这样的一个练习当中，其实以前我没有学过安般念，那可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所谓的职业伤害，就是我的左手是完全几乎都举不起来的那种状态，因为就是二三十年来都是拉学生啊，然后都用左手，那所以那个左手是非常严重，一直到颈部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职业伤害。可是我发现就是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尤其其实在每个礼拜四，如果慧琳学长有带我们坐上一炷香或者是半炷香这些等等，我都觉得是非常的受用。那自己在家里这样子练习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我的心是比较稳定的时候，我的气脉是可以比较顺畅的时候，我发现的确是有治愈的功能，真的有那种感受力。然后那天我在老师的 FB 上面有看到那个相关尼生团贴给老师的一个贴文上面，有医学的确也有报道是这样子。那我自己亲身真的是有体会到，如果我们的心流的串起是稳定的，我们的气脉是比较通顺，然后我们在放松的一个状态之下的时候，我发现我再加上我自己有开始在做运动，那我觉得这样子相辅相成之下，我的肩颈跟我的左手的确是治愈了很多，这是要跟学长们分享的，他的确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另外的一个辅助成效出现。大略就是这样子分享，谢谢大家。谢谢齐月学长。那我想还剩下四分钟哈，我们还是要录一下文。那我们再回来，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佛随念之前呢，为什么会有佛随念？佛随念它就是要它的功用是我们惊醒的时候能够对治昏沉睡眠盖。那我刚刚有看到问题里面呢，又有一学长呢，他是比较容易昏沉的。那如果说你安般念，用安般念没有办法对治昏沉，他持续昏沉的话，很严重的话，那可能要惊醒了，可能是要惊醒了。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如果我们在打坐上面是非常昏沉的时候，老师在禅修手册上面有写到那个取光明相的这个部分。那如果我们真的都是一直处在昏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练习取光明相。取光明相会让我们的心是比较清明一点。对，那个其实惊醒的时候，就是这里就是有取光明相的。然后呢，还有那个文思正法跟官方语哈，这些惊醒这就有一些别修方便的部分哈。那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在座上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对治昏沉睡眠的话，如果一直都没有办法，那你就要惊醒了，啊，就要惊醒了。那这边是谈惊醒里面呢，惊醒里面呢，我们怎么样有哪些方法可以对治？那当然是，我觉得佛随念是，对于我个人的经验，佛随念是最好用的。那我以前就是我只要惊醒呢，我就是会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是念。走得慢呢，就是两个字阿弥陀佛，左右左右。那我不管是走得快走得慢，我都念。那这个是很容易去把自己的心绪稳定下来，然后慢慢恢复。尤其哦，比如说自己常常在研读经论，就是都是坐着哈，研读经论。那事实上研读经论久了，吊举之后就是昏沉，因为你累了嘛。那这时候啊，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惊醒，或者是去散步。
那这是我个人也有很多的这个经验的哈，所以我还记得老师是说，啊，你一天的作息是怎样啊？就是两位老师就问我，我说我要跟他讲，我大概都是那时候都是编教材啊，看书听音档啊。他说你有没有运动？就是问我，我说我有散步啊，散步多久？我说每天大概如果天气好，在外面走大概3-4公里啊，那要不然在家里走那个瑜伽垫啊，就走大概40-50分钟这样子。哦，这样可以。我那时候听不太懂那个意思。哎，我发觉你坐久了，你再怎么厉害，你坐久了一定会昏沉的，会累啊，所以一定要警醒。好，这个我是有，尤其是我这是每天在做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很严重的那个脑部思维的动作，因为跟我的学习历程的关系，所以特别需要进行好时间到点了、啊，不好意思，那我们就课后仪轨，大众请合掌，请一起随念普贤警重记及普贤行愿品回向记，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如扫水鱼，斯有何乐？当勤精进，如旧头然。但念无常，慎勿放逸。文殊师利勇猛志，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阿弥陀佛。